Hello 大三丰啊，我兄弟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常刷到这个内蒙古那个土包肉的视频啊？我昨天刷到，可把我馋死了啊。OK， 今天咱们来吃内蒙古的网红土包肉啊。身后这家有啊，985烤场。OK， 路过了过去。哇，兄弟们，这个是土包肉啊，十个土包肉，22块钱一个啊，有点像吃那个汤圆一样啊，口水都流出来了，兄弟们啊，这个是手抓羊排。啊，以前都吃的烤的，第一次吃这个。啊，我来先吃一块啊，先尝尝看啊。这是羊排啊，这个土包肉。那尝蘸下韭菜花啊。这里是汤啊，这里是汤啊。很清淡。还行啊，就是烤了有烤的味，这个清蒸的有清蒸的味啊。兄弟们，前段时间有个朋友问我，因为他那个经常出差啊，在外面呢流量用的比较多，不出差的时候流量用的比较少，是吗？但是呢，现在市面的流量卡都是固定的，所以你用的多的时候开始划算了，用的少的时候就不划算了啊。他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啊？刚好我以前推广过流量卡啊，那个我问了全民优良的商家。全民优良的商家告诉我，现在他们推出了一个，只要19元，兄弟们啊，流量你用多少送多少，不用不发钱。你出差了呢，也不担心流量不够用，或者你流量用超了啊。平时在家里或者在公司里啊，你用的少也不会浪费了，这个像电费一样阶梯分档算啊。不过这个用越多越便宜啊，适合你每个月50G以上的人，就像我们这样拍视频的啊，经常在外面活动的，哇，户外活动比较多了，拍视频比较多的，像我们这样。这个网速啊也不错啊，而且呢所有的软件可以不限速使用，也不是物联卡啊。不过呢漏的时候需要预存点话费啊，不过也没关系，就你们反正每个月要交话费的啊，就像你存钱一样。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微信里面搜全民优良的公众号，在那里面就可以漏了啊。咱们来尝尝这土包肉啊。哇，这韭菜花，很不错，这真的香啊，兄弟们！手把羊排，这个羊肉味就足一点啊，你吃的烤的吃不出来羊肉味。啊，土包肉我第一次吃啊，以前在自助餐里吃过那个，不正宗。哇，这里的肉更正宗一点。哇，真的是棒啊！手抓羊排，超级爽，兄弟们。
是说吃牛羊肉不长胖的吗？那内蒙古我看他们宣传的人都胖得很。有时候我这个晚上刷视频啊，经常刷到那个土包肉，个人口味不同，有的人可能喜欢吃烤的，但有的喜欢吃这个清水煮出来的啊。啊，不一样啊，这个。后面是线啊，里面包的就是羊肉。刷视频的时候看的是真馋啊，但是吃了吃多了就那回事啊。像这个肚包肉啊，跟这个羊